也不多说的，我是想说这个郭美美吧，你明明是在牢里面蹲着的，你怎么什么都摔的呀？哎，这里怎么秒了一位同学啊？哎，咋的啦？刚才看好的是两个人，怎么突然要变成一个人了？你的机油把你给抛弃了吗？我的妈呀，我这个，你们可以看我这个树怎么变成这种了？原来玩一把 RPG 以后，这个地图还是要变的呀。呀，这个鲁西弗前四的组合没变过，你敢信？前四的组合是一点都没变，太拽了。没有啊，反正就是你们前四楼嘛，是吧？前四楼这个位置是一点都没变的，好像。来个厉害的打！哎呀，你们怎么又是全 UD 啊？你不要逼太太用双轨拍门的战术。哎，我去，哎，哎，我把模式重进一下，这个我都看不懂了。这玩完 RPG 以后怎么变成这了？其实有的时候这个 bug 还是蛮多的。哎，这解放碑打王终于上来了，我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，你终于是上来了呀，是吧？只是这一把你是我的一个对手啊，满全是 UD， 这全是 UD， 你们也是有点拽。哎，其实那个挤房间真的是随缘，反正玩的开心就好嘛。反正每天泰德呢都会跟大家来一个互动的。反正我觉得打一 v 一这种，看看视频就不错了。你这样看直播打一 v 一的话，感觉有点沉闷呢，是吧？带水友玩才是最正确的。哎，这里又有两个同学掉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应该是个 bug。我去给那个腾讯的那个技术部说一下，最近两天老是遇到这 bug。对啊，应该是那个平台的问题，平台 bug 的问题。好，这一把人家是俩 UD。俩 UD， 我去，这不是吓尿我了？我也不知道我的一个盟友水平咋样啊。盟友，你稳着点，你悠着点。泰德是随到一个 fly 族了，作为 fly 族的话，这个还是有点凶的。不过既然是打那个互动赛嘛，我肯定是要玩一些与众不同的战术，是吧？真要老玩一个战术的话，你们也会看腻的，是吧？泰德 TV 好看就好看在于泰德经常是很容易把自己给玩进去的那种人，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给玩脱了，然后就是你们的快乐和欢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好说，咱都是重庆人是吧？你说解放碑打忘了，我必须在朝阳门那儿等你了。这一把泰德是直接用了一个这个英雄来首发，绝对是比较酷炫屌炸天是吧？高端显洋气，酷炫屌炸天。你为啥没招商店？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！为啥你没招商店嘞？我也看不懂啊！你作为一个 UD 不招商店怎么可以？别呀！你难得上次泰德 TV， 你还不把吃奶这给用出来？我说，知道吗？错过这一轮，下一轮就是要一年的时间喽！一年的时间喽，你得悠着一点是吧？哎，这里的话，我去，人家那么早就招兵塔了。感觉有点虚。哎呀，说说而已的啦，是吧？不要在这些细节啊，上次被四 PC 搞死的就是你，不要说出来好吗？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就好了，你说出来就不好了，是吧？看破不要点破，是吧？你可以看，但是不要说，有些东西不说是最好的。哎，今天我刚才打直播之前看到那个新浪好像那我的微博嘛，收听了一个那个看电影的，然后我刚刚记了一些什么高智商的人才能看懂的电影几部，我下次看做完视频以后，然后花点时间去把那个电影看一下。其实我还是喜欢蛮喜欢看电影的。
哎，同学，你这个能不能跟我走一起呀、啊？牛哥这个英雄，你不跟我走一起的话，我玩不了啊。走一起呗，你一个人在练级要练到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烂。来来，哎呦我去，人家来了，人家还死鬼拍门来了，我勒个去，能不能稳着点儿？节操在哪儿？里面的泰德是一个老牛手吧？你这么打泰德有点不科学喂，而且泰德谁知道是个瘦猪啊？我又不是 UD， 你们那么用力干嘛？哎呀，你知道我说你怎么进来，怎么就被我打出去了 ？UD 这个双臂已经是 rush 不了瘦猪的。这是经过血一般的一个试验得出的一个真理，来求打脸，求打脸！真的啊，这个你想 rush 兽族太难了，这难度系数绝对是13点 RB 的，随便你怎么玩，就包大剑就可以把你爆出去了呀！我就说说而已的，你们怎么真 rush 了呀？我去，这边还有什么蜘蛛什么的，别搞我好吗？同学，你的兵呢？我去，你别搞我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把要拖呀、啊！我这个盟友没到边啊，真的是在坑我的。来开个加速，开个加速，同学开个加速。哎呦，在围我了！不要围泰的，泰的一个操作还是可以的。别围我，我跟你说，泰的这个反围杀还是做的很不错的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死了。哎，只可惜我这个剩的是一个光环啊，不是彩地板啊。先别打，先别打，这波打不了的，这波完全打不了的。人家这个兵太多了，哥呀，你至于吗？怎么打我？我用一个老牛手法，你能不能这么对待我？真不好啊！哇，你这还来？我真的没见过比泰德打直播更惨的人了。同学，你把那家狗拉过来呀、啊！你这个狗还在采木，有点不科学哎。好，泰德用他精妙的一个围杀是吧，把那个 DK 给围住了，好漂亮！这一把的话有戏了，哼，想走没那么容易好吗？哎呦，我的这个，好，人家 DK 没了，走走走，进去进去，弄他去 ，DK 没了 ，DK 没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后面包夹他们，这群狗肯定要死了，这群狗肯定要死的。哎呦我去，不怕不怕，你看到没？大鸡现在包夹上来了，漂亮！这一波的话，利用我们的一个地洞，是把人家射的是哇哇的在叫。好，这升到一个二级，我去，人家这个 DK 死了没走，你这个还走了，你让我怎么玩啊？同学，你这不是又逼太太要秀这个围杀了？好，又成功围杀了对方的一个 DL， 所以有的时候吧，良好的一个操作会帮你解决不少这个难题的。你像这里的话，对面来送了两个蜘蛛，我知道你是来送诚意的是吧？投诚就是要这样的。好，这里是李三成万人把那个围住了。好，蔡子终于是大计也能杀出一条血路啊，太不容易了这个。有的同学一来那么丧心病狂的，绝对又是个四 v c， 先是两家出狗，两家出大鸡，两家出蜘蛛，何必嘛？咋了？关羽啊，武圣。对啊，关二爷。咱俩突然问这个？好。第一波守下来以后，泰德终于是可以喘一口气，等会儿可以将游戏继续的。你这个老那么下子那么黑，你们真的还是我的一个粉丝吗？粉丝不能那么殴打偶像的是吧？再说打偶像不能打脸的，你们现在把盟友打了呀，盟友打死了以后才再来打我呀。真的是太凶了。好，这里是看一下怎么打，我们可以去练级呀。慢慢练慢慢练，一加一加的再练。其实对方是一个恐惧魔王首发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厉害。又来了，同学你想干嘛？
我就说你这个不来打我去打盟友了，走弄他。我跟他说我把刚弄死他是吧，来我们顶着人家顶着人家脸练级，不虚的，来练练练练的。那你那个呢？3D 的。我撸啊撸是二 D 的。哎呦哥，你这个得是看直播了是吧？你这绕了一圈是去猜我的风况，这个你这么打有点不厚道啊！你这个绕了一圈以后，直接是见缝插针来插了我一下呀！哥，你还一个二发大侠，还是个天鬼！我说你惹到他了，来禽兽们加水从我前面开，来人堆里面是吧，走到最人堆里面，像这种很好的一踩想走根本走不掉的，好这个大姐就直接 AD 玩就行了。可是有的时候牛个一个蓝很多的话就随便怎么玩了，这属于哎呦你还睡我，你可以睡我的一个人，但是你不是睡我一个身。好，这里的话里三层外三层大气就是那么给力的，踩地板动不了了吧。哥牛哥打一遍，为什么他能在首发英雄里面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强了。哎，我这里被弹了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这是意外，但是回来以后人家大家跟 DR 全部都没了。而这里来说的话也应该杀掉没了是吧，泰德的一个大气那就不是大气，那是一个兽兵。还有同学你升个网行不行，人家这个天鬼是欺负我这个不能飞斧子，我要飞斧子的话直接飞他一脸。好，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可以去练级继续练，练到五级 UD 就除了毁灭跟冰龙能打过我，其他啥都打不过我了。而其实爆大技这种战术的话真的是非常潮的一个打法的，你想一个大技它就是个骑士啊是吧，虽然是一个没马的骑士，俗称五马，这五马部队啊这是相当的厉害的。你们是喜欢五马的还是有马的吗？像大技这种，你说骑士这个东西性价比又不高，大技这个东西还真难人用的好吗。但这里我一下一阵暴打，哎呦我去，这里打了一个比较烂的一个宝，你天鬼别来监视我呀，反正泰德又不躲不藏是吧，就在这站着。好，这练完应该能到达一个四级多，快到一个五级了。只要到一个五级的话，你们也知道这个三级踩地板的一个范围会增大的，增大以后人家动都动不了。去呀、啊！哎，你这个蜘蛛看着天鬼在这打我，你是对方派来的吧你？什么事情主播啊，我是一个很正式也是很传统的一个主播的，不要把我跟天王扯到一起。天王真的是一个太色情太色情的一个主播了，简直要无法直视。来呀同学你干嘛呢，哎无所谓，我家里就给他烧了吧，我们这个时候要去灭人了是吧，这不能停，停了节奏就乱了。哎你咋不过来啊，这样我敲你一巴掌你才过来。同学来呀来呀来呀，那大气就该这么玩了，靠数量取胜。五马的一个东西都是靠数量来取胜的，有马的是属于靠质量去取胜的。然后这里的话我的一个部队是直接练到一个五级了。好，五级牛哥这个眩晕一下是五秒钟的时间啊，你说当部队眩晕一下五秒钟的时间那根本就动不了了。这里打了个啥，怎么又是个大无敌啊，我不要了，大无敌你哪里哪里啊，我不要的。哎呦你们都是大哥呀，这无敌都不要了，走上禽兽们，我们这一波是要将这家给拿下了。哎呦来转头打，我说给个路走啊是吧。好，人家这家是直接 TP 了，毕竟你说面对那如此凶猛的一个泰德的一个部队，一般人早就跪下了，还好你们是我的一个粉丝，这样是不容易跪的。好来猜猜猜猜，现在是强行猜了，不要给我面子了，猜吧。
有的时候吧，就是部队 A 个地板是吧？就这么 A 地板，然后操作一个英雄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来弄他。好，对面 TP 了，看他 TP 到哪个位置，我这个牛哥走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来踩。我去，你走到那个里边合适吗？真合适吗？啊，我绕一个远路回来，是吧？只到这个位置踩，搁400多的一个蓝呢，不能白费了是吧？还要直接顶起个大无敌，哥是有无敌在身，根本不虚的。好，走进来了。踩，哎呀，这个踩劲儿得把我踩爽，得踩多少脚？六脚左右。来，再来，就按 T， 哎呀，踩，这个听不下来了。你们可以听到我这个清脆的一个键盘的一个声音，踩就是不停的踩，好爽啊！其实我最喜欢玩那个牛头，就是当他打到一个魔牌以后，你就可以只按一个技能，就是不停的往人堆里面踩，踩着踩着人就没了。好，这里的话，这家 UD 是没了。哎，他说 Ted 这个英雄看那个吃过48K 帝王纯牛力加什么肉松饼的，他成长性肯定比你快的。哎呦，你这个老睡我干嘛呀？来，再顶一个大无敌，哥就是无敌多，咋了？哎呦喂，哎，你有点厉害啊！你们不跟我说还不知道？哎，你闷喽？不合适吧，同学？你这个还玩一个声东击西偷袭了，玩了六啊！不过说你那么多天鬼都不一定打得过这些地洞，真的不一定打得过你。这太溜了，这个。哎，射他一脸。看到没有嘛？其实说什么天地鬼打地洞，这个简直是开国际长途玩笑了，根本就不虚的。好，这里一家是直接啥都被我们给抢完了，是吧？俗称三光政策，抢的啥都没了。好，这里这个英雄是想出来，但是被我们这些斧子砍的也是根本动不了了。好，这家 UD 灭了，我们可以去下一家了。牛哥就是那么的刺激。老牛带队，后面全部跟上。哎，哥啊，你怎么还有天鬼啊？不晃，我这还会换位的，移形换影大法。哎呦我去，那么多红血，这坑我吧？同学先不要拿天鬼来挑战地洞啊，地洞这个东西很难打得死的。好。同学们猜起来，猜起来，不要给我面子。其实天鬼打人吧，真的是一个很弱的一个兵种。哎呀，这样你拆爆这个地洞算你赢，好吧？就这个地洞拆爆了算你赢。哎呦我去，你这个也太红了，好爽的感觉啊！这个时候要来一发诺瓦的话，你们都懂的呀。哎呦喂！看到没，让你欺负我这个地洞。哎，这里有个恐惧大魔王踩。他问题是他们英雄去给他吃团群补啊，直接就没了呀。那属于直接就再见了就。好，这里大祭的话拆的还是比较快的。家里有这个。对啊，你没遁地啊。好，牛哥升到一个六级了，升一个三级光环就够了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牛头设计的真的是太屌了，他把他的一个力量的一个象征全部都设计出来了。哎，同学，我多捞点地洞。呀，二本能生遁地的话，我觉得打啥子都可以用天地鬼了，特别厉害。好，GG。